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708面，708面，第五行，从第二句看起，正报光明无量，故云明心照耀；一报宽广平正，清净安稳，故云清净平正。声闻菩萨围绕恭敬，故云圣贤恭住。这几句是总结，一真庄严。正报是佛，阿弥陀佛，光明无量。所有智慧德相都从光明当中显示出来。是明显照耀。一报是极乐世界，宽广平正。后面还加上清净安稳。这是居住，我们也可以说到极乐世界是我们学习的环境，生活的环境，学习的环境。这个地方宽广平等，没有高山，没有这个深坑，没有这些东西，这是不思议的境界。这个地方清净，就是没有污染，它是法性土，跟十法界不一样。十法界是为识所现，识里面有染污，八个识，第七识就是染污。染污的根源，第七是头一个，是我见。你看我见、我爱、我痴、我慢，爱是贪，慢是嗔。所以第七识就是我跟我同时起来的贪嗔痴，这是染污染污的根源呢，不能转第七识，清净心就得不到。七识一转，就六七是跟到一起转的，第六识是分别。这个一转呢，就明心见性了。《华严经》上，初住菩萨，天台大师说他们是分真即佛，他们是真佛，不是假的。他们用真心的，转八识成四智，六七。因地转，五八是果上转，所以五八就不要问他，只要把六七转过来了，第五第八就跟着转了。那么能够把这两个识转过来，你看七识转了，清净心现前；六识转了，
平等心现前。后面就是大觉，大彻大悟。啊，这是个关键的。那修行修什么？就修这玩意儿。啊，张家大师教给我们放下我执，放下法执。啊，这两种执着放下了，问题不就解决了？我们看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做的实现。19岁，舍弃家庭，放弃王位，啊，出去求学，过修道人的生活。啊，印度修道几乎所有宗教的这个真正修行人呢，都是托钵。啊，所以佛也要跟他们一样，啊，不出去托钵，不修苦行，印度人瞧不起你。啊，他们已经习惯了。啊，世尊，随顺当时的风俗习惯。啊，而且比一般宗教的修行还要精进。啊，这人家佩服啊。啊，12年的求学。我们一般讲的这是知识分子，好学，广学多闻，啊，他智慧好。我们讲现在讲，第一个记忆力好，第二个理解力好。记忆力好是有定功，心地清净。心地杂乱，记忆力就没有了。啊，心地越清净，记忆力就越好。啊，没有杂念，最重要是没有私心，没有私欲，这比什么都重要。有私心，有私欲，就麻烦大了。啊，一般人不能成就，最大的障碍是这个东西，但是自己不晓得。啊，佛学了12年，30岁，把所学的东西统统放下，那就告诉我们放下所执障。啊，所学的。我们今天讲的全是常识，全是知识。啊，印度宗教有没有智慧？有，不究竟。为什么呢？没见性。啊，就连婆罗门教。都是属于四禅天、四空天的境界，没有超越六道轮回啊！啊，阿罗汉超越六道轮回了，啊，为什么不能？见思烦恼没有断掉啊，见思烦恼也是断掉了，就超越轮回了，到四圣法界了。一般宗教能到四禅天，
相当的功夫啊。到四空天，那算到顶了。佛法的小乘，证到三果，他们修行的道场在第四禅，无不还天。啊，所以四禅是凡圣同居土。啊，这些是圣人，小乘三果是圣人，他有凡夫。啊，也是凡夫见不到圣人，圣人能见到凡夫，这第四禅。啊，再往上去四空天，连这个身体都不要了。啊，这个是六道里的最高阶层。啊，就我以前介绍的时候叫高级凡夫。啊，不要身体。不要身体免了很多麻烦。有身体要学需要居住的地方。在欲界还要饮食。这是多麻烦。啊，色界虽然没有饮食了。但是他要居住的环境，他有身体居住环境，到无色界没有了，啊，身体没有了，所以居住环境他不需要了。那是临界，啊，他也有四层呢，功夫前身不一样。啊，总而言之，他出不了轮回。啊，多少修行人把四空天当作究竟涅槃，这认错了。啊，有人把四禅天以为是涅槃，全都认错了。然后的四空天，这一共是有五层天呢。这个天里头确实跟经典上讲大般涅槃非常相似，啊，很容易产生误会，到此地他就不忘。不知道在精进了啊，那么世尊，这就是一个聪明人啊，在这个地方，他再精进就突破了啊，阿罗汉突破了，突破四空天，就到了声闻道了，十法界里面声闻道了。啊，声闻法界，见思烦恼断了，见思烦恼的习气没断。啊，他在四圣法界修行什么？就是放下。如果把习气放下之后，这个见思烦恼叫。断干净了，他生气了，生到圆觉，啊，圆觉在修什么？圆觉要放下分别，他虽然没有执着，他有分别，分别放下了，他升级菩萨了，但是分别的习气没断，菩萨要断分别习气，分别习气断掉了，他就成佛了，十法界里面的佛。
啊，不是真佛。天台家讲相似即佛，啊，不是真的，相似很像佛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他还有无明没断，啊，叫无始无明。无始无明什么？起心动念，就是弥勒菩萨讲的一弹指，32亿8千念，这个东西没断。啊，他知不知道？知道。啊，在这个境界里面，他看到了。啊，看到之后，把它放下，不起心不动念的，这个虚妄的虚幻的境界没有了，他就超越十法界了。啊，到一真法界，《华严经》上说他是初性位的菩萨，啊，不是初住。啊，《华严经》的初住，别教的初地。啊，这个是真正到了平等法界了。诸位想想看，不起心不动念，当然没有分别之处。啊，所以十报土是平等法界，没有高下。没有高下，佛为什么说他还有41个阶级？这一点我们要知道。41个阶级有没有真有？40个阶级的时候有没有相？没有，痕迹都找不到。为什么？每一个都是不起心不动念。41个阶级从哪？我们都知道一个习气，你看。见思烦恼有习气，尘沙烦恼有习气，无明烦恼还是有习气，习气可不好断的。啊，见思的习气容易断，尘沙的烦恼也还容易，无明烦恼的习气可不容易断了。啊，经上给我们讲，3大阿僧祇劫。3大阿僧祇修什么？是断无明习气。无明习气没有法子断。啊，大乘经教里常讲，此处用不得力。为什么？你一用力就堕下去了，你用力就起心动念了。他不起心不动念，你用什么方法了？啊，那怎样呢？随他去，不理他了。自然就没有了。啊，所以古德举比喻举得好，他用酒瓶做比喻。啊，这个很明显，我们大家都能体会到。啊，酒瓶里头陈酒，酒倒干净了，没有了，擦得干干净，确实没有一滴酒了，闻闻有味道。那个味道叫稀奇。酒瓶里头的味道什么时候才没有呢？酒瓶盖子打开，放久了就没有了。啊，你放它个1年2年再去闻，没有了。啊，所以无始无明的习气，你别管它，它不碍事。啊，它根本就没有障碍，所以你别理它就完了。啊，等到时间到了，自然没有。这个时间要3个阿僧祇劫，啊，自然没有了，啊，没有了，就叫妙觉了，啊，由于习气厚薄不一样，往生在十八土的人，啊，你刚刚去的，啊，初住，习气很浓啊，慢慢习气。渐渐薄了，所以习气分为41个阶级，是这样分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那习气厚薄是真有，那不是假的。
啊，可是无论是智慧啊，这个道理、神通啊，相好，通通相同啊，四十一位法身大士没有两样，完全相同啊，习气断净了，就圆满成佛啊，妙觉果位啊，证到妙觉。十八图就不见了，所以十八图不是真的。十八图是怎么现的呢？无始无明习气现的。啊，你见到无始无明，是十法界里面的佛，他见到了。啊，你见不到。你断不了它，你见到之后，你才能断它。啊，所以他放下那个一念，就是一弹指，32亿8000念的这一念，那一念放下都没有了。啊，所以叫一真，那一念是那一念叫念念相续。那就是个生灭性，生灭性啊，所以设法界还是生灭性的境界，就是有生有灭，这个念头有生有灭啊，是从念头现的相。十八图里的不是念头，没有念头啊，所以它那个相是永恒不变的啊，唯心所现，它没有唯识。啊，设法界里头有唯识，唯识它就有变，就有生灭。啊，根本的生灭就是念头。啊，一弹指32亿8000念，就是那个生灭。那个生灭我们现在理解，那生灭也不可得。哎，但是你念念相续啊，相思相续，不是真的相续啊。无量劫来，我们就搞这个把戏啊。我们搞错了啊！四圣法界，他们学佛。他们依教奉行呢、啊，是学得很不错，学得很像啊，是他不断向上提升的、啊。我们学得不像啊，啊，不像怎么样呢？不像还会堕落，啊，提不上去，你学得不像，啊，那要问的是为什么不像？放不下，就这一句话，跟你讲真话。佛法从初发心到如来地，张家大师讲的好啊，就是看破放下了啊。我们今天看不破放不下，因为放不下所以看不破，因为看不破所以放不下啊。经教对我们的帮助是帮助看破啊，可是什么看破一分你就得放下一分，那你修行的功夫就踏实了，真得力了。我们说无始无明的习气真重啊，听经教哎豁然懂得了，可是一离开教室又迷惑了，境界一现前马上迷惑了，习气太重了，这不管用啊。啊，那怎样才能管用呢？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，管用。那什么，他不让你
烦恼习气渗透进来。无论用什么功夫，佛法虽然讲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量法门，可是总的原则，总的纲领，不外乎三门呐。这三门就是三宝啊，觉、真、净，不外乎这三门。觉是开悟了，大彻大悟。禅宗用这个方法，信宗用这个方法，这个要根基要很厚。你看。经教上也说，祖师大德也常讲，上上根人有分呐，中下根人不行啊。上上根呢，他心就清净，悟性很高。他一听他就明白了，明白了他马上就放下。他就破迷了。第二种的呢，这是最多的，有正门进去。正门就是属于脚下，规规矩矩的，就像我们上学念书一样，小学、中学、大学、研究所。释迦牟尼佛在世给我们实现的是这个门。你看他一生的行医。是一个知识分子，这表演给我们看的，因为知识分子占最大多数。这个门路子长，但是文道，中下根性的人都能学。路确实很长，生生世世，不，绝不是一时修行。孩子从经教里头明了之后是真放下真干，不真干不行。第三个门路就是静，专修清净心。这是净土宗走的，密宗走的。密跟净土通通都是修清净心。密。比净还要清净，密比净难得很多，因为净中的清净是原理然物，原理容易得清净心啊，密中的清净是不离然物。在染物里面成就清净心，真清净的是河里的莲花了。净土中的莲花是水里的莲花，不稀奇，水里的莲花。密宗的莲花是河里的莲花。功夫确实比我们高。我们做不到啊！我跟张家大师，这都是老师告诉我的这些常识啊。老师告诉我，菩萨不学密宗不能成佛。什么时候修呢？初地以上啊！这讲别教。别教初地就是原教初住，换一句话说，
这个密在哪里学？在十宝庄严图学。方便有余土不行，肯定堕落。啊，凡圣同居土修的话，多半都修到地狱去了。这老师告诉我，密是两条路，一条成佛，一条下地狱。啊，真功夫啊，所以我们对他就不能不尊敬，但是敢不敢就想尝试，不敢。啊，藏密沉船现在也都乱了，整个都乱套了。啊，必须显教通达之后才有资格学。这一关我们就达不到啊，我们显教没通啊。啊，最低限度，你要得定啊，你没有禅定的功夫，那怎么行？这个世界名闻利养五欲六尘，你一接近，马上被污染了，马上就被拖下去了。啊，人家在花花世界里头不动心呢，不起心不动念呢，那个高啊！啊，所以密宗的清净比净土宗殊胜太多。啊，净宗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学密呢？要得到理一心不乱，事一心都不行，事一心都保不住，你会退。到理业心不乱，不退转了。理业心不就是初住菩萨？原叫初住，别叫初地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密就是考试，天天在考你。啊，考不及格就下去了。啊，不像净宗。净宗考不及格没有关系，考不及格到哪里去？凡圣同居土，也做阿惟越致菩萨，这个不可思议呀！啊，八万四千法门，门门都羡慕啊！啊，不及格也行啊，但也可以往生啊！啊，这个。其他法门是不许可待业的，啊，就这些道理要懂，啊，那么在一极乐世界所看到的，看到了平等世界，啊，怎么呢？方便土跟十宝土平等，同居土也跟十宝土平等。啊，这个真的是闻所未闻呐，见所未见呐。啊，什么缘故？我们现在明白了。阿弥陀佛，大慈大悲，本愿威神的加持。本愿威神是什么？因地利发四十八愿，无界修行。无界修行的功夫。啊，那个功德加持给你，你得到受用。啊，就好像一个人投胎生到皇宫里面去做太子了。啊，你的皇的家里皇帝，父亲是皇帝，祖父是皇帝，几代累积的这些富贵，你去享受去了。那标准的人是谁呀？乾隆，你知道吧？你看看康熙、雍正，啊，那群政时候累积的富贵，
他生到他家，他享受了。啊，我们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就像这种情形。啊，阿弥陀佛，无界心因净苦啊，累积的这种福报、福德业，这个功德相好，我们到那里去了，享受它的。啊，这个道理要清楚。也讲得清楚，啊，然后人家要问我们为什么修这个，就这个道理。啊，用比喻就可以说是乾隆啊，这是个好比喻啊。啊，这是看到这一真庄严清净安稳。即经文上有清净品证，啊，声闻菩萨围绕恭敬，这是什么？这些人学生呢？十方世界菩萨往生，声闻往生，菩萨是十报土，声闻是方便土，天人就没有说进去了，啊，天人是同居土。通通是神仙呐！啊，确确实实是神仙共住啊！这里头没有凡夫，凡夫是什么呢？是法界的。六道叫内凡，四圣法界外凡。六道以外的凡夫，为什么称凡夫？他用阿赖耶识，没有转识成智，阿赖耶识妄心，用妄心的是凡夫，用真心的是佛菩萨。转世成智，这就是真真的佛菩萨了。真佛不是假佛了。啊，设法界的佛称为相似即佛。啊，原教初住菩萨是分真即佛，地位高了。啊，他不是圆满的，他是分真。古人比喻，像用月亮做比喻。它是真的月亮，不是假的。啊，它是初三、初四的月亮，真月不是假月。光芒虽然不大，是真光，不是假光。啊，妙觉国位是十五满月。啊，等觉是十四，差一点，还没到圆满。啊，用这个比喻，我们也容易体会。我们才看后面这一段，阿难及诸菩萨等，阿难当机啊，也就是说，佛是对阿难这一个阶层人所说的，主要是为他们说的啊，这叫当机。及诸菩萨等。盖指菩萨声闻，天人等等诸众也。啊，在这个等字里头，啊，凡是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阿难正出口了。如果往生到极乐世界，他是凡圣啊，他是方便有余土。啊，方便有余土里面下品下生啊，是这样的地位啊。
啊，他比凡圣同居土上品上生还要高一级。啊，他到方便有余土去了。啊，也就是小乘须陀洹，大乘实性里面的初心为菩萨，啊，以这个做标准啊来说的，蒙恩独享，照理说是见不到的，啊，他能够见到瑞相，见到阿弥陀佛。见到极乐世界，这是弥陀威神加持，也是本师释迦佛的加持。啊，两尊佛的加持，这些人统统都看到了，欢喜踊跃啊！啊，见到佛像，当然五体投地。啊，至诚称念南无阿弥，南无。阿弥陀三藐三佛陀，啊，三藐三佛陀，这是梵语，啊，就以正遍知，心以等正觉，啊，这是佛号当中第三个号。啊，正是正确，没有错误。遍是普遍，没有一样不知道的。啊，事出世间一切法。啊，我们常讲啊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，叫正遍知。啊，这个只有佛。才能做到啊？哪一种佛呢？实际上给诸位说，圆教初住就正遍知了，见性了嘛，明心见性嘛。不见性哪来的正遍知啊？见性就是正遍知啊，等正觉，等是平等。啊，菩萨的名号，正等正觉。啊，那么在此地呢，这个等是跟诸佛平等。啊，一切诸佛都平等。啊，正觉是如来。啊，故南无。阿弥陀三藐三佛陀，即六字洪名。啊，在中国把它翻译，南无阿弥陀佛。啊，就是六字洪名。所以，佛号功德不可思议。下面这一段，六道众生呢都沾光了，都蒙受到弥陀的加持，弥陀的恩德啊。我们看经文，诸天人民啊，这个诸天叫二十八层天。人民是人道，以知云飞软动，这畜生道，独思光者，所有疾苦莫不修之，一切忧恼莫不解脱。悉皆慈心作善，欢喜快乐。啊，这六道众生沾光。
啊，下面钟磬、琴瑟、箜篌、乐器、布鼓，自然皆作五音。啊，这是天乐。啊，不需要人去演奏，演奏自然出声音。诸佛国中，诸天人民，各持花香，来于虚空，散作供养。十方诸天来供养。啊，这个景观大家都看到。这法会多庄严呢！右面这一段经文，佛名弥陀第十四愿，促广安乐愿的成就。念老这一句提得非常好。啊，为什么会有这样殊胜庄严现前？道理从哪来？这是阿弥陀佛的本愿。啊，佛放光，大家都见到了。见就是触，你只要接触到佛光，你就得安乐。你就消业障，你就长智慧。啊，愿文中你看，见我光明，照出其身，莫不安乐，慈心作善。这是第十四愿的愿文。即此处，独思光者，悉皆慈心作善，欢喜快乐。阿弥陀佛本愿为神加持啊，这样的明显呢、啊？啊，又光明遍照品种。有这么一段话，若在三途疾苦之处，见此光明，皆得休息。古经云，云非软动，独思光者，所有疾苦莫不休止，一切忧恼莫不解脱。佛光里面有弥陀的愿力，四十八愿，有弥陀无界修行的功德，在这个光里头啊，所以他的光真能加得上啊。啊，他的功德太殊胜了，变成光了。我们的功德非常非常微弱，还没有办法变成光。啊，我们今天修行，真修，真心修。有功德，好像摩擦，古时候钻木取火，啊，现在有一些土著还用这个方法，啊，澳洲土著常常，我们在聚会当中，他们来表演，啊，钻木取火，我们也在钻。力量还不够，啊，有一点温度了，没烧起来，
阿弥陀佛这个光的时候，就是已经烧得很大了，已经放光了，我们这有一点点温度，那一点温度也能回向，也能加持，力量很微弱。如果我们不是真心修行，那就是连那点温度也没有。那样的回向没有力量。所以回向要想拿什么回向啊？加持别人，帮助别人，拿什么？这个一定要懂。我现在我天天要有回向。我发现呢，很多地方做善事行念，苏文的功德主都写我的名字。这是什么呢？这把我修学的功德拿去回向吗？事先也没有征求我同意，但是他已经拿去回向了。那我们要圆这个例子，我们能不能把阿弥陀佛功德拿来回向了？我们自己没有功德，把阿弥陀佛功德拿过来回向，行不行呢？理上讲能讲得通，事实上呢，阿弥陀佛没答应。至少必须先跟阿弥陀佛商量啊，佛同意了可以这样做，佛不同意不可以这么做。这个要懂。书文上一定要写自己，哪一个主法应该是他。那他就得真干了。这个用这种方法就是没有自信心啊，自己不相信自己做的有功德。但是依规照做。借别人的名义，其实善事心念佛事是中峰国师提倡的。但是有人说，这篇东西不是中峰禅师自己写的，是别人写的，假借他的名义。这也没关系，假借名义，中峰禅师要是承认了，那就是真的，就不是假的。所以我交给做善事心念的这些主法同学，做的时候给中峰禅师列个大牌位，放在前面。这就说明说谁主法呢？中峰禅师主法。主法的人代表中峰禅师，中峰禅师主法，这些真的供上他的牌位。你拜佛拜菩萨都拜他。凡事都有理，都有事，理事要圆融，才能收到效果。我听说每一场佛事效果都相当殊胜，这是好事。
啊，这是说明真实功德的价值啊。故经云，这经上说，云非软动，这是小动物啊，都是光者了，所有疾苦莫不修之啊，他们的痛苦能够暂停啊，一切的忧悲苦恼都能够解脱。啊，动物听经闻法啊，念佛过去生中是修行人，他阿赖耶识里头有这些善根种子啊，就是像弥陀经上讲的善根福德，遇到这个法会，这是缘分啊，因缘三个条件具足，往往在一次法会当中他就能脱离畜生身，往生到善道，这个很多。如果过去生中修净土，善根非常深厚，非常深厚善根的人，为什么会堕落到会变畜生？临命终时最后一念错了，如果一念贪心，他就恶鬼道去了；一念嗔恚，就地狱道去了；一念迷惑，就畜生道去了。迷惑是愚痴啊，啊，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往生的人，许许多多往生的人，临终的时候迷惑，连他的家人都不认识了，啊，那么也有人说的老年痴呆症，痴呆症就是愚痴迷惑啊，很容易到畜生道啊，如果他还加嗔恨，就地狱道去了；他还加上有贪心贪念，啊，过鬼道去了。啊，大乘佛法了，多阅读一些了，能看得出来。啊，所以对家亲眷属老人要照顾周到，年岁大了，要让他欢喜，不生烦恼，这是大孝。啊，不能叫他的什么事情不顺心啊，生闷气，这个不好。啊，这是什么？容易到恶道。啊，学佛最好。如果你在家里学佛，你能把孝道表演出来，他心欢喜。不但度了老人，而且度了你这些亲戚朋友，他所认识的人。为什么？别人到你家一看，啊，你对父母的孝顺，人家就感惭愧，就会休息。
自心化他了，化他身教胜于言教啊，做出来给人看，比言语劝人呢要殊胜的多。人家看到了，受感动。这个钟磬琴瑟箜篌，这就是我们讲天乐盈空啊，自然发生，故曰。不古自然皆作五音，这个五音就是现在所讲的交响乐啊，不是一种乐器，很多种乐器一起来演奏啊，交响乐啊，十方天人来散花香，皆表殊胜快乐之相啊！啊，这些现象，与会大众都见到了，都听到了，啊，都看到了，你说能不相信吗？经中详谈见福见光见土等等瑞相啊，见到阿弥陀佛真相犹如金山呐！啊，佛放光，极乐世界也放光，极乐世界所有的菩萨、声闻、天人，乃至树木花草山河大地通通都放光啊，或者以此有着相之时，大乘佛法不是讲要立相吗？立一切相即一切法，极乐世界都着相了，谢彼未知经中之妙啊！啊，经中妙在哪里呢？当相即道，即思而证。这什么意思？相即无相，无相即相。啊，现这些相，真果的人，他根本就没有起心动念。哪些是真果的人呢？极乐世界的，啊，生到极乐世界的人，凡身同居土，下下品往生，这待业去的。一品烦恼没断呢，他真是凡夫啊，但是他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，他的神通道力智慧德相跟化身菩萨没有两样啊，化身菩萨就是十八土
啊，《华严经》上所说的41位法身大士，他们都是不起心、不动念的，就是天台大师所说的“分真即佛”。啊，是在这个地位上啊。那么看到这相，相即无相，无相即相，他没有障碍。啊，相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像我们看电视屏幕，不就这个意思吗？相即无相，无相即相。电视屏幕有没有相？没有，但它能现象，所以现象不是真的。荧幕上绝对没有一丝毫染污。你把频道一关上就没有了。啊，频道开关与现象不现象一丝毫关系没有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这些法身菩萨啊，初住以上的，看六道轮回，就像我们看电视一样。啊，吉祥理想啊，一丝毫沾染污没有啊？为什么？他不起心，不动念。释迦如来在这个世间为我们示现80年啊，我们中国人算虚岁。啊，外国人说释迦牟尼佛圆寂79岁，中国人说80岁。啊，这80年中，我们要问释迦牟尼佛有没有起心动念过？啊，现在我们懂得了，没有啊。80年怎么回事情呢？80年在演戏。演给谁看呢？演给地球上这些众生看。在演戏。确确实实没有起心，没有动念。演得非常逼真呐，你看不出破绽了，演得太好了，啊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就当相即道，即思而真。如果是不想求道，立誓见真，那是假的。为什么呢？你又有分别，又有执着了，这就错了，凡夫见地呀！啊，人家视线从入胎到半涅槃。都没有起心动念啊，那为什么会有这桩事情发生？随众生心因所知量，这《楞严经》上说的，众生有感，佛自然有因啊，这个因叫法而入识啊，是自然。啊，跟我们不一样啊！我们到这个世间来投胎，怎么来的？业力来的。啊，你造的有个业，给这些众生有共业，你不能不来，你受业力支配呀、啊。
到缘尽的时候，你不能不死。啊，生死通通是业力主宰。佛菩萨没有业力呀、啊，佛菩萨是感应的，众生有感他就应。啊，感没有了，他就消失了，就走了。啊，哪些人有感呢？有缘人，这佛度有缘人。啊，那些跟佛感应的人，他都成就了，几乎啊都到极乐世界去了。无论修哪个法门，啊，到最后全都到极乐世界去了。到极乐世界去就成就了。啊，佛就走了。佛的遗教还留在世间。啊，那是什么原因呢？佛在世那个时期，一些有缘人听到佛法，见到佛菩萨，或者见到声闻，啊，就是你见到三宝，听到三宝，接触到三宝，阿赖耶识种的这些种子，这些种子就在正法、相法、末法这一万两千年。啊，如果遇到法缘，也能成就。啊，是这么一个道理。啊，这就是前面讲的，任何一个往生人都曾经因地当中供养诸佛如来，尘世供养。这个话一点都没错。啊，我们要不是往昔种这一点善根，这个缘分就不会接受。啊，我们在香港这个地区讲经，有多少人来听？啊，香港有几百万人，我们这来听的人几百个人都不到啊！我们讲堂坐满了，才坐一百多人呢，不到两百人啊。何况常常坐不满，那这什么原因呢？没有缘呢，有缘自然来了。啊，不过我们现在用的是网络，啊，我们晓得。许多同修在家里面网络前面学习啊，网络的人学习的人比现场多得多了啊，通通都是有缘人当相即道这些事情，后面念老有个总结，且此经啊纯是华严，世事无碍境界。这讲到四种无碍，啊，一花一香，无非帝王之珠啊，夜夜圆明。一一妙胜，一一皆是一真法界之全体，圆明具德不可思议。这些话深了，这些话在今天是高等哲学、高等科学啊，现代科学家懂。
真的是死无碍。啊，一花一香，无非帝王之珠，这是比喻。这个帝是第十天，就是忉利天主。啊，欲界第二层天，中国人称他为玉皇大帝。啊，天地宫殿有罗网，这个罗网啊，现在人很难懂的，没见过，中国大陆也有，很少啊，日本有，到日本寺院去参观，你留意啊，他的梁柱都有铜丝编的网啊，那就是的叫什么网，这网做什么用呢？保护他，因为就雕梁画柱啊，那上面都有彩绘，怕鸟在那里去做窝啊，所以用铜网，你看得见，你碰不到它，啊，是保护它的作用。古时候，宫殿的建筑都用这些。啊，那第十天，福报太大了，罗网当中啊都有宝珠，啊，宝珠放光啊。啊，所以帝王之柱啊，啊，王跟王交叉地方都有宝珠啊。那么这些珠呢，一一圆明，一一圣妙啊，啊，宝珠。像水晶球一样啊，它能照啊，啊，这一个珠照见许许多的珠，许许多的珠，哎，都在这一个珠上，每一个珠子光光互照啊，像我们现在这过去没有啊，现在逢年过节啊，张灯结彩啊，五彩的这些灯光显得非常之美啊，每一盏灯的光照全体，全体的光照这一盏灯，光光互照啊，一一皆是一真法界之全体啊，每一个珠子里面照着一个大殿，全在其中啊。那么最近科学发现有这个现象，叫全息照片啊，是用激光拍摄下来的啊。你看这个照片，你把照片剪成两张，两张照片都是全体，就是一张变成两张，剪成四张，一张就变成四张，通通是全体的。啊，这是大乘教里所说的，每一粒微尘就是一个波动现象啊。弥勒菩萨所说的一弹指
32亿8000念，这里面的一念，每一个一念都是整个宇宙现象在里头。啊，一一皆是一真法界的全体，圆明具德。啊，圆是圆满，明是光明，具德的时候，就是遍法界虚空界，一切一真庄严都在这一点之中。啊，宇宙之间所有的，它没有一点欠缺，它是圆满。啊，弥勒菩萨所一念变现的物质，就是今天量子里所讲的小光子。啊，这个念老在前面讲的中微子，啊，它多大了？科学家告诉我们，100亿个中微子聚集在一起，相当一粒电子。电子我们都看不见。啊，电子绕着原子核，啊，我们都看不见。你说它多小？啊，那一点里面有整个宇宙的全体，不增不减的。这是佛经里面讲的高等科学。最近的量子学家才发现，啊，佛经里面所说的这3000年前，啊，佛怎么知道的？佛眼睛看到的，不需要用仪器，科学仪器，直接看到的。啊，看到世界上任何一个物质跟整个宇宙是一不是二。啊，一粒微尘，一根汗毛，里面有没有整个宇宙信息？有，圆圆满满，一点都不缺。啊，过去现在未来通具足啊。啊，所以叫微观世界。微观世界跟宏观世界是一不是二。没有大小，没有内外，没有先后，没有距离。啊，距离是空间，先后是时间。告诉你，时间空间全没有。啊，每一粒微尘都具足遍法界虚空界。啊，微观世界谁能去呢？我们前面读过了，普贤菩萨，他能到微观世界。啊，分身化身，在微观世界里面去礼拜，去供养，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如来，听经闻法，普贤菩萨能做到。啊，普贤是等觉，换一句话说，等觉菩萨都能做到。啊，真的是圆明具德了，这个德是大圆满。
不可思议，我们无法想象。这个是诸法实相，宇宙人生的真相啊，没有一样不是，树木花草也如是，山河大地也如是。这就是真我。凡夫迷失了自性，不认识真我，把身体当作我，认识假我。如果你认识真我，你就晓得，一切法皆是如来，一切法皆是我体。是我们的字体我们在四相上对立了，惹麻烦了，完全错了。跟谁打架呢？右手跟左手打架，眼睛跟耳朵打架，心脏跟肝脏打架，不就这个事吗？谁吃亏啊？自己吃亏，吃的是冤枉亏。造作这一些罪业，都不是真的。说穿了说，全是误会呀。为什么误会呢？糊涂啊，不了解事实真相啊，不知道变法界、虚空界就是自己呀。心性识变，你懂得，谁的心啊？自己的心，不是别人。别人的心里头哪有自己？全是自心所变的。释迦牟尼佛在讲经当中，用比喻用的最多的是梦幻泡影。为什么？做梦，每个人都有这个经验。用这个来比喻，非常亲切，你容易懂啊。变法界、虚空界，真的就像梦中一样啊。梦中境界哪来的？是你自己意识变现出来的。梦中决定先有你，才有梦境，就跟法界的缘起一个道理。宇宙怎么缘起的？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一念不觉，就是波动了，这是阿赖耶的业相。从波动现象里面产生了转向，阿赖耶三细相转向，转向什么？转向就是第七识。波动的现象是阿赖耶识，叫阿赖耶的业相，科学家称它做能量。第七识摩那了，我见、我爱、我吃、我慢，从这个地方再变现出物质现象，阿赖耶的境界相，
啊，做梦也是这样的呀。啊，也是不觉一个念头，哎，发梦了。梦中头一个生活，再就是梦中境界，全是业识变现的幻想。你在这个里头不知道，整个梦是自己。啊，你梦里面许多人，全是你自己先变现。啊，为什么你醒来之后全没有了？我醒来他还在啊，他不在了，跟这个大宇宙现象是一模一样的。啊，梦见是个缩小的现象，所以你从这个地方就应该觉悟。啊，《金刚经》所说的“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梦”，一点都不错。你能在这里看透了，你开悟了，你也能明心见性。啊，历代有一些修行人得号叫梦参，他就去这个意思。啊，把梦境参透了，你就成佛了，就全明白了。那梦境显示一个什么现象呢？整个现象跟自己一体，整个梦境是自性变现，就是自己。梦里头一切人是自己，一切物是自己，啊，虚空是自己，天地是自己，山河大地是自己，树木花草是自己，没有一样不是自己。离开自己，没有一法可得。啊，为什么去分自分他呢？惹这么多麻烦呢？造这么多罪业呢？啊，梦见显示圆明具德。显示一业皆是一真法界的全体。我们再看后面这一段。二十极乐世界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，若有他苦，亦复威力了，如对目前，如近天眼观一旬地，毕见此土亦复如是，亵渎娑婆世界，释迦如来，即比丘众围绕说法。你看，大家看到极乐世界了，极乐世界人也看到这边了，妙啊！我们现在看电视看到他们，电视的人看不到我们。啊，那佛这一招比我们的电视高明啊！啊，他能把那个世界现前给我们看，那个世界人看到我们，啊，我们可以对话。我们看念老的注解，啊，过于西方。百千俱至，若有他苦。这个前面呢有注，过是超过。啊，超过西方，
再往西方去，还有世界啊，还有无量无边无数的世界。这下面说，极乐不离自心的离也。过于西方百千俱至，那有他国是事也，离世无碍啊。啊，这个百千俱至是多少呢？前面有说，就是中国弥陀经上讲的十万亿佛国土。啊啊，这个地方说出了十万亿尘，啊。即在目前呢、我们这个世界距离西方极乐世界当中有十万亿佛国土啊，那有他国这个经文上讲的正确，十万亿尘是比喻啊，实际上十万亿国土佛国土啊就在目前呢。那故观经云：“阿弥陀佛，去此不远呐。”为什么？因为不离自心。别说十万亿国土了，再加上十倍，再加上百倍。再加上千倍，还是不离自心。自心有多大呢？大而无外。没有止境的。小而无内。大。今天科学的名词，宏观宇宙，小叫微观世界。佛法里面讲，宏观跟微观是一，不是二。这个科学没说出来。佛法说出来。为什么不二呢？自心不二，它全是自心现的嘛，不离自心嘛。理上没有啊，事上有二啊，理上不二。所以说居利，这是佛说的，释迦牟尼佛讲的。娑婆世界到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在娑婆世界的西方，居利十万亿佛国土。十万亿佛国土真的即在目前，为什么居利没有了？空间没有了，都在当下。诸位想想看，极乐跟娑婆是不是都在一念当中？弥勒菩萨所说的一念，一弹指，32亿8000年。我们给它换算了，1秒钟1600兆年，一念是1600兆分之1秒，
极乐跟娑婆跟十方无量无边诸佛刹土都在这一念里头。所以一念展现遍法界虚空界，像华严经上讲的华藏世界。无量无边的。回过头来看一微尘。经上讲的比喻。一毛一尘之微点。这不就是量子吗？一毛一尘里面的微点，每一个微点都具足法界虚空界，不增不减呐。宏观宇宙里都没有多一分，微观世界里都没有少一分，不增不减。微观有没有止境？没有止境，叫重重无尽。宏观没有边际，微观没有底尽。这是自性，这叫法而如实，本来就是这个样子。自性就是这个样子。你什么时候才能搞清楚、搞明白？见性就明白了。为什么呢？不能用思维想象，思维想象是假的，妄心。第六意识的思维之主。这个第六是思维分别，第七是思维之主。能够思维想象的，就是这六起两个起作用。前五识有了别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。阿赖耶也没有分别，也没有执着。分别执着是第六、第七。所以前五识你不能转，阿赖耶也不能转，能转的就是六七，六七一转呢，五八跟着转了，自动就转过去了，叫转八识成四智。这是佛告诉我们事实真相啊。八识是能变的，转成四智就不变了，八识没有了。那么所有的这些现象，这一真法界永恒不变。极乐世界人不会衰老。无论多长的寿命，面貌是一样的。极乐世界人不会生病，极乐世界人不需要饮食。极乐世界没有染污，没有灰尘。山河大地全是珍宝。多方光明啊！下面说，会众诚感，
这关键在臣字。啊，臣是什么呢？真心。啊，真心才能感。何况又得到佛力加持。啊，这个佛力，释迦牟尼佛跟阿弥陀佛两尊佛的加持啊，啊，把净慧两土互现目前，啊，极乐世界是净土，我们居住这个世界是秽土。让你看得清清楚楚，啊，明明白白。经文上是，如敬天眼观一旬地，啊，就像。清净的天眼，看什么？看眼前。一旬是八尺，也就是说，不到一丈啊。说明什么？说明你会看得很清楚。啊，不到一丈的距离。下面这精彩了，说彼土甚众啊，借见持戒世尊于会众中啊，说此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。下老居士这个会集本，在我们这个世界还没出生啊。极乐世界人已经看见了，啊，释迦牟尼佛在这个世界讲经说法，讲什么经呢？讲无量寿经。啊，讲什么本子呢？就讲这个会集本，你能相信吗？能不能相信？有没有理论依据？理论依据就是不离自性，离也。你真正懂得不离自性，你就不怀疑了。啊，为什么？没有先后，就是没有时间。没有距离，没有空间。那，我们今天如果有殊胜的缘分见到阿弥陀佛，像当年佛讲经这个时候，讲到这个地方，境界显现。啊，让我们想起智者大师。读《法华经》，读到药王品，啊，他入定了，啊，不知不觉入定了，定中境界现出来了。释迦牟尼佛在灵鹫山讲《法华经》。
啊，也就是说，他亲自参加了这一会，啊，这一堂课。出定之后，告诉大众，释迦牟尼佛在灵山讲《法华经》还没讲完，还在讲。我们相信智者大师不会骗人，在日本盛传说智者大师是释迦牟尼佛应化来的，啊，这在1300-1400年前，在中国，啊，以比丘身出现在中国，啊，释迦又来了。那释迦在不现在在不在呢？我们从经典理论上肯定他在，不但他在，许许多多佛菩萨都在。现在什么身份我们不知道，啊，男女老少，在家出家，他统统都能现呐。他的身份不暴露，我们不知道啊。佛菩萨慈悲，众生造什么样的罪孽，佛菩萨绝对不会有丝毫责怪他的心。为什么？一提，我就明白了。那我们身上哪个部分有痛痒了、难过了，会责怪他吗？不可能，赶紧想办法让他恢复原状，让他健康起来。这是什么？真心。你觉悟了，法界、虚空界是真心变现出来的。那么你对这些现象，你怎么会有分别？你怎么可能有执着？有分别有执着，你错了，迷惑了，迷惑到所以然处了。啊，所以菩提心里只有一个菩提，慈悲。啊，回报你，侮辱你，杀害你，你对他还是慈悲，没有第二个念头。啊，你要问为什么？自心所现，它不是外的，它是跟你是一体，就是自己啊，是真的不是假的。啊，阿弥陀佛即是我心，我心即是阿弥陀佛，这不是假话了，自他不二。自他亦如啊，这是大乘的教义，这是大乘的宗纲啊。真正明白了、悟入了，你的心胸多开阔，你多自在啊，什么妄念都没有了，你的清净平等就现前。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。